城西部牛仔大秀五道动作，时隔五年新的洗脑歌回归，还跟防弹少年团的舒嘎合作。야내가많은사람에게까먹어줘 That I like that 시간이지나도변함없이 That I like that 一登场跟赛对尬，快嘴唱功，两人互甩空气巴掌，不仅茫茫作词填曲，舒嘎的搞笑客串，粉丝超惊喜。 MV 上架4小时破400万的点击，两天突破3000万，防弹少年团的人气难挡。不过近期则是再现不义争议，包括 Barter 2022年告示牌音乐奖入围6大奖 ，BTS 年年横扫国际奖项。目前南韩国会的兵役法修正案中，有以 BTS 为代表，允许取得巨大成绩的大众文化艺术家以艺术要员的身份代替服役的内容。不过该案在国会尚未通过。去年南韩国会允许 BTS 等顶级 K-pop 明星延迟入伍，最迟到30岁。年纪最大的 Jin 今年底将届龄入伍。根据原先的兵役法，18岁到28岁男性需服役约20个月。演艺人员非申请替代役的适用对象。而国防部近期再次演绎，将 BTS 等艺人纳入可适用的艺文体育要员范围以内，但最后仍未取得共识。经纪公司则表示，考虑修法法令，颁布6个月以后才会正式上路。若是4月底前仍未通过 ，BTS 的成员恐怕很难适用。目前正考虑是否全员一同入伍。TVBS 新闻龙昌宏庭台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